我今天本来是我要早起7点闹钟，我响了以后我睡得很香，然后我突然听到 Melody 每天都是这样啊，我听到麦穗 Melody 每天都是自己的闹钟叫醒的永远不是自己。现在我都要走了，然后我跟佳佳互相看了对方一眼，说：“哎 ，Melody 闹钟响了那么久了，我们到底要不要叫一下他？”所以佳佳出来化妆的时候不说嘛，全世界都听到了她的闹钟，唯独 Melody 听不到。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的音乐，我的妈呀！2周过去了，你不知道自己的闹钟是什么声音？你每天是怎么醒的？就是被没醒的，你懂吗？没，就有时候突然间意识到自己该起来美一下了，是吧？该起来美一下了，该绽放了，你知道吧？该绽放。我自闭了，我又想开了。